新的一年又过开始，但原来可能有一寡就西民众，却犹原为着无工课来烦恼。对此，管府社会处是特别来呼吁原来一寡社会福利团体，会当来申请劳委会的特定对象就业补助计划，增加工作机会，提供服务需要的特定就西民众。所谓的特定对象呢，是包括妇女，比如说像这个原住民，或者是外籍配偶、大陆配偶啊，或者是这个弱势的青少年啊，或者是像更生保护人啊之类的啊，这些特定对象呢，他们如果失业达六个月以上的话哈啊，都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跟条件，所以只要有需要的民众啊都可以踊跃的向我们中彰投区的就业服务中心来洽询。另外，一百年度的多元就业开发方案，中央也决定要来延长申请的时间。对此，社会处长林英松也呼吁县内民间社团、工会、合作社等团体，也当踊跃来申请，促进失业民众的工作机会。但是，为了能够照顾更多的这个失业者，所以呢，就把这项计划呢延到2001年的一月底。申请的对象啊，主要是社团、工会、职业工会，或者是法人，像这些团体呢，他们都可以来提出申请。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这些团体啊，他们可以尽快的来跟我们中彰投区的就业服务中心来洽询，来提出申请。为了增加更多在地工作机会，行政院劳委会其实推出了很多对着民众或者是公司团体的就业补助。管府社会处也呼吁有符合资格的民众以及公司团体，都可以积极来申请。记者金鸿山采访报道。